不好意思哦，不要在我的直播上面讲一些很讨厌的话，好吗？不管你们怎么吵架，你们粉丝之间，我们个人的粉丝什么，你们吵架，其实我们成员的感情都比你们想象之中的好，我们比你们想象中的和平，所以不需要再吵这些东西了。而且不要在我的直播里面讲这些东西，好吗？嗯。而且，为什么要人身攻击呢？什么死对头？走，不要看。